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统治的王朝，虽然没有汉朝的强悍，也没有宋朝的富饶，却依然受到许多人的喜爱。原因可能有许多，但这一句话却广为人知：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位皇帝，号称明成祖，与朱元璋并列供奉于太庙正中。为了夺得政权，他起兵发动靖难之役，杀害许多无辜大臣。另一方面，他又收复安南，武征漠北，招抚女真，被誉为永乐大帝。数百年来，他的功与过争论不休，没有定论。但是他临终前留下的大明祖训，却让大明成为历史上最硬气的王朝。明朝初期，最大的外患来自北方的蒙古。为了稳定北方疆域，朱棣在位期间先后五次远征蒙古。公元1424年，朱棣第五次远征漠北，可是在回师的途中因病驾崩，享年65岁。临终之前，朱棣在遗诏中留下了千古名言：我朝国事之尊，超迈前古，其欲北虏西藩南岛西洋诸夷，无汉之和亲，无唐之结盟，无宋之纳粹薄弊，亦无兄弟敌国之礼。五朝元老杨荣将这段话记载在他的《后北征记》中：无汉之和亲，无唐之结盟，无宋之纳粹薄弊，亦无兄弟敌国之。这短短的24字遗诏，被后来的13位皇帝世代遵守，成为大明王朝的行为准则，影响了200多年。后来的大明皇帝，有的喜爱木工，有的死于美色，有的热衷炼丹，各种奇葩，却没有一个软骨头。公元1449年，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，因为内部发生兵变，瓦剌军趁机进攻，导致明军大败，明英宗被俘。虽然国军被抓，却宁死也不投降，而且明朝也没用钱财赎回，而是再立新军，发兵报仇。公元1644年，北京城被攻陷之前，大臣劝谏崇祯离开，到南京陪都再从长计议，被崇祯拒绝。上吊眉山之前，他担心李自成会乱杀无辜，留下了一封遗诏：朕自去官冕，以发覆面，任贼分裂朕尸，无伤百姓一人。不论是文职还是武功，明朝都并不是最出色。然而他遇到困难，也没向汉朝用和亲换取时间，不像唐朝为了借兵收复长安向回纥低头，更不像宋朝虽然富饶，却年年进贡，只为苟活。纵观大明276年，从未向任何困难低过头，可以说是史上最硬气的王朝。参考文献《明史》。